撤军了。啊！哦，对不起，不动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哎，徐军的秘术高超，不可能一这么久的。我断片了。什么词来着？遍体苍天，烧了你！烧了你！样子伤都好的差不多了。那日我看见花儿都倒了。我辛辛苦苦演了这么一场戏，难道你根本就不知道？完了，出去！不好意思，你可曾愧对的？不好意思啊。我都不会放过你。好，这就来许轩是吧？许轩。白帝为何没派青帝前来？天帝为何没派白帝前来？你们家凌楚怎么能跟我家齐霄相比呢？ Sorry， 我错了。都是我家的。如果饕餮在百妖宫里面，百岁宫吗？妖尸宫。看来是凶多吉少，了。妖尸宫中，小宁来找冷清报仇。我本来是想学许仙，放灯给自己点情趣，可是没想到，对不起，什么叫情趣？这如何还行医治病啊？我晚些什么？光是呼来唤去的，就快把小辉给折腾死。再来一遍。再来，安静。凭什么委屈九霄之人？啊！都找不到小白的踪迹，哎，哦，想必成了啊！对不起，导演，你别一直疼呗，我词儿，我憋屈了，啊！我不行，我要抽筋了，断断续续，断断续续的疼，断断续续，断断续续，咔咔一块儿，一直疼。拉手，好朋友拉手，拉手，对吗？嗯，朋友拉手。你笑啥？你睁开眼睛看，梁哥，你看看我，我的手，满城星斗，我睁开眼睛看。
你们是要走那条路吗？那个死光头连拽都不拽我一下，我怎么跟着你走？Me.